耶、yeah, ，轮到这一台了，2009年的一档，那时候我记得是夏天了，现在开始有点冷了，还是在飘雨了哈。这台轮到他了，刚好有空，赶快开进来，直接检查了。记得我们从新竹开回来了吧？嗯，用笑话换的。对，我们这个不专业，我先看一下，我再给专业再看一下。最简单来讲是这个了，这盖子我们等下再叫一个，哇，昏追广播去。记得车主有在顾了，他也是新竹、台北、基隆这样跑吧？看起来不错啊，我的狗。皮带没什么问题啦，只是水泵补跟水龟这边比较有一些问题，有结晶啦，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正常结晶是这个颜色，结晶是北北有吗？嗯，但是这边下面的结晶是有颜色的，这边下面的结晶就不是白色的。对，有没有？对啊，对啊，有点绿，都在这边的。对啊，都在这里，尤其是这个。这边附近的水龟那边要换一下，就水龟，对啊，水龟啊跟水泵补这边弄一下，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交车的时候就会做个保养，可能水系列刚好顺便换一下好了。没漏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对啊，那动画以为有漂浮物了，看到吗？看到。用肉眼看可能看得到，用拍的看不到。项目又多一个刹车油。好啊，这个如果这个我们可以处理的话，我们就处理一下就好了。这个对，那个可以处理一下啊。对啊，喜欢的话就。可以来竞标啊，真是不错车哈！2009年四门的 T 打跑180,000，好喜欢的话就赶快下标喽，有下标就是有机会得标哈，耶、yeah. ！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誠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那你知道吗？感觉好像我从零卖到一台车，因为他没开过车，驾照也刚考啊。对啊，原来是他的妹夫来帮他代开，还好了，万一他开我更紧张，会不会？很有缘哎，从新竹来的车又要回去新竹，真的是他注定就是住在那边。对，他说引擎脚比较麻，我刚刚发现有一点点的，到时候我们再检查一下。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安排走。材料目前。还少一个水龟，然后这根管子有了，啊，这个水泵补原厂的，再来就刹车油嘛，然后就是看引擎脚的部分，今天就大概是这样，我们先做最简单的，把这个装下去。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保养，这个吹一吹就可以了。嗯，这跟新的一样，这个不用换。电瓶我们上这么量。放了多久啊？没关系啊，要保养就全部都量一量。这怎么办？32%。换。好，交车前再换就好了、啊。它只要多还可以发，可以移动就好了。你看，水龟盖在这，有没有？然后水泵补有两颗螺丝在这。嗯。对啊，我们就停起来先保养漏油。还有一个。这个很脏的刹车油，先把刹车油抽一抽，等一下看里面会不会有脏东西跑出来。泰山惨了，最困难的应该是刹车油，下面整层都黑了。你有看到？你有看到下面整层都是黑的吗？好了，先清了啦。这个不擦也是浪费我的刹车油啊。这个也只能清清得到的地方，清不到的地方还是要用油去洗一洗。哦，你看，你再拍一次那边，拍那边就好了，有没有？啊，这是清得到，啊，清不到就是用油，尽量把它带出来。我现在把它弄上面一点，你也比较好拍。这边可以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可以先保养，让它泡一下，走吧。我们把车撑起来保养。哦，等一下要换引擎脚，对不对？这一台的引擎脚，变速箱那边要拆一大堆东西，边拆边漏油。无止境的扣子，我们不要全部拆好了，我们只要可以把它拉到旁边就好了。它这一块设计得很屌，
正常这一块螺把拆掉就可以了。然后他用钉的全部把它钉死，增加维修困难度。好了。这样子，我们的水泵浦就在这要修哦，不是只有要换水泵浦而已，这连水泵浦的座都要拆呀。你看这里，结晶在这，还是结晶，对吧？这就是水的、啊，所以要把这个座拆起来。今天可能又拍不完，对，就是漏水漏大工程了。所以那个座拆起来清一清打胶而已，反正我们还是要先漏水，拆皮带，拆水泵浦。嗯，皮带可以哦，都没有裂痕，还可以继续用。等一下连发电机都要拆了。好吧，这样可以放下来了。我们刚刚的机油漏完了。先来拆发电机。有啊，这一圈扁掉了，有没有？整个扁掉，这边漏水，有没有？这就是结晶。好，先浇掉。这一点都扁掉了。都是水垢，这边很明显，就全部都水垢啊！我现在抠的哦，看这个抠完应该下礼拜了。我知道了，隔壁有没有闲人？给隔壁抠啊！1 hour later. 停了吧，停了啊，整个都油油。先把旧的油洗出来，现在是黄，对啊，等一下就变咖啡色了，整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变了。Later.又补污了，对啊，没有装那么干净。对啊，来吧，我们先把这个装一装啊。哦，水龟在这。嗯。它有一颗好像是偏新的。哦。这个是95度，这里。95度开。看到吗？哦，看到看到。好，然后这一颗，这颗82度。是温度。有没有？哦。然后大小颗差一点点。那我们来看原本的82度，有没有？哦，对，对，所以就是82度这一颗，所以我们换82度的。嗯，这样就可以盖了。妈妈后来也帮你把它。嗯？拆下来在那。是吗？你要让车主用很久吗？还是我们照原本的？原厂都不打啊。原厂就是装垫片，所以不叫会有漏的风险啊。那我们打胶打完，基本上是不会漏啊。哦，这样装真的很舒服。而且品质一定很好，因为整个都平得下去，只要原厂水泵浦不要出问题就好了。
总成第一次这样哦。他就是靠这个去压的。来吧，上。这又换了一壶了，还要一直看哦。对，就是一直看啊，把里面洗干净才能漏下面的，这样漏出来才会都干净的出来。下面这个最难锁，它不能从下面吗？你要拆压缩机啊？不要吧，不要，不要这样弄我。还有引擎脚哦，引擎脚先看啊。引擎脚怎么先看？你要拆下来看，只能拆东西下来看而已啊。哇塞，你以为这样可以问他吗？哪一只坏掉？讲一下。确认一次，好。哦，好，先把水管装回去啊，然后再装发电机。好，这应该就没问题。这个还算很好拆装的，多格式哦，有够难拆的。没带，越新的越难拆。对，哎呦，这样子快结束喽。好了，然后引擎脚这里。我们先拆起来看好了，这个吗？对啊。没有啊，还好啊，看起来哦，没有很严重，对不对？没有力。对，那我那就是上面。好。一只这个，还有一只在那边，在这下面，这边全部都要拆掉。至少我们幸运的是，我们的刹车油是好的，完全没有杂质的吧？啊，对，就这样，我是这样才开始抽啊。哦，很干净啊。对啊。好，那我们先把刹车油抽一抽，好不好？最后再来拆这个。要补刹车油了。我们现在里面都空的，空气很多。先用手挤，把空气先挤出来一点，好，这样就可以来加压了。好，先来看看有没有漏啊，这样最快。没有漏了。算了啦，既然要看就都拆一拆好了，该断电的就断电了，到时候再重设就好了。这个就是引擎脚，就这一颗了。等一下，我把它顶起来给你看。来哦，上来看变化吧，有没有？看到没？上来其实是蛮多的，你手可以。哦，进不去。对啊，正常应该是要这样。其实都塌了，这一只也塌了。我慢慢放，有没有？嗯。换边给你看。好了，要顶了。看这里，
这只真的踏很下去了，现在是进不去的状态，正常应该要这样。没没没，正常会再低一点，我只是先把它顶起来。这一只落差很大，这里注意看这个，这边它已经抵到引擎脚的实心的部分，正常是不会顶到，你懂吗？这里吗？对吧、啊？这个你现在这里，嗯、现在指的这里。对，你看抵到才会嘛，所以要怎么办？不要换，要换啊！不要吧，我们不是拆起来给车主看，都好好的，没有漏油，不是这样吗？改天再来换，今天我们先做到水就好了。83度，83度喽，水柜慢慢开喽，那你就可以摸这根水管了、嗯，这根下水管，它、嗯啊、水柜开了，热水就会流出来，嗯、冷水流进去了，然后就会从上面出水嘛，然后经过水箱散热之后，从下面进去，然后正常来讲应该是87、88度就全开了，然后整根水管就是烫的，烫，对，现在只有头是烫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全热，你看空气还有。那这一台还好，这一台其实算不脏的，它还是有白白的那几点那些，因为热才会洗得出来，冷的时候就洗不出来。这个算还好啊，之前的上面整个都是泡泡一层，然后脏的就一直浮出来，这就是水箱里面的脏东西。脏东西，对，很多，或者是水垢。因为你拔起来它会流下去，我就加水让它浮出来，它就会在最上层越来越多。Much later， 水柜开了。哦，修啊修啊修啊！对啊，那你如果摸下面这是冷的，就表示水柜没有开，或是水箱堵住，有这两个可能。90几度就全热，好了，要三元一点哦，不要烫到我的手。有够烫，好，那我们来加水晶吧。好了，等就可以盖水箱盖了，然后就等温度到，先把这些水箱精冲一冲。现在有水箱精了，有肉就有绿色的，干净搞定。对啊，没有肉也都没有了。对啊，这样就没问题了。好，先来装潢。水路结束。对啊。停了。停了。好，我们赶快下来看它温度，91度。哎，那我这个就先不要装了，因为明天要拆。好。油漆了。快转了。哦。哦，动了动了动了。然后是热的，我现在很烫。91，停了，停了。好，这样就搞定了。等它自己回吸完之后再补水就好。收工，剩下明天。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我们先把最严重的那一只换掉，先换这一只，新的，新的掉。看起来还可以，留用。然后现在放松了，你看你的手，现在全松的哦，是不是差很多？因为它已经触底了，已经搭下去了，所以这个已经老化，这油压了。虽然它没有漏油了，你看它油压其实还在，有没有？也没有破。但是它已经压久了，它油压就会慢慢的减少减少减少。那、啊、这个新的有吗？这个就是油压包，你可以做做看。好了，新的嘛哦。你看你的手，有没有？然后这边不会撞到，这才是正常的啊。我们来试吧，我们把它放下来，什么档比较猛？好了呢，不会对不对？
现在麻烦的来了，现在换 D 档位码，对吧 ？N 档的解决了，所以现在换 D。我们继续把塌掉的换掉了。移出去一点点，不要阻碍到就好了。这个设计真的是气人，好不好？不会吧，卡住，最上面那边会卡住，就是这个头这里。然后因为这是金属的，它有牙在这边会卡住。然后就是这一圈，来，你看这一圈有咬花，有没有看到？就是卡在这，这样很明显嘞，新的跟旧的，我操，超痛，对吧？压下来了，可是虽然是都没有漏油了，你看，可是这边都变形了，肿起来有没有？新的都好好的，你看平的。好了，泰山，你来摸摸看，你手伸不伸得进去？是不是？啊，现在手一手就可以了。Much later. 四个档位先排一排。如何？方向盘没动，这轨没动，太棒！收工，收工。收工，收工。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マコト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这次总共有六张，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给动物的，一个给小孩，小狮两个，原车主两个，新车主两个。这次捐到台湾慈虎，刚刚在车上说白虎的一个阿球，白虎的白虎，还有一个是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儿童烧伤基金会，小朋友很比较容易，因为他不知道烫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捐钱了。那我们这是捐多少啊？总共14万多。我控掉工钱跟一些材料费。对，好。耶，六张，一二三四五六，好，记得喜欢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耶，拜拜。